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傅老师，欢迎来到我的 Contract 2课程哈。那今天我们要教大家什么东西呢？我们要教大家如何新增专案、读取专案以及储存专案哦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会对 C2 的操作界面做一个基础的说明。好，我们正课开始。首先，请你找到桌面的 C2 图标，点两下。好，我们开启 C2。好，那现在正式开启之后呢，我们要新增一个专案啊，新增一个专案。看到左上角 File 档案页签，深蓝色的，我们点选它，好，点选 New 开新档案。好，那你看到的列表呢是 C2 自带的范例，往下卷，卷到一个经典范例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 Template Platformer， 当你看到左边图标变成经典 Game Boy 机台的时候，好，请你选第一个 Template Platformer 平台游戏。哒哒，好，现在你开了第一个经典范例游戏，它叫平台游戏。哇，这已经是一个具体而为的游戏了哦。好的，恭喜你开出了第一个专案。好，现在我要教大家如何把专案储存起来。储存方法跟开心档案很类似，请你先看到左上角档案 File 页签，点它啊。打开档案页签之后呢，我们看到下面有三则跟储存相关的指令 ：save、save as project、save as single file， 这三种呢都是储存专案。但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们做个说明。第一个很简单的 save， 这个意思是说你曾经存过这个案子，那未来你存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次的时候，你直接选 save 就可以。第二个 save as project， 你使用这种方法储存的话，存出来的专案会是一个资料夹，好，那里面的档案都是散开的，有图像，有音讯，有程式码，都是散开的。那第三种呢是存成单一档案 ,single file。单一档案是什么呢？就是刚才资料夹 C2 会帮你打包成一个压缩档。那未来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压缩档交给学校老师，交给同学，或是分享给好朋友。那单一档案呢是最常用的方式。今天我们先储存成单一档案，点它。好的，那我们在桌面呢，先随意的取一个名字，比如说叫 Lesson 2。好 ，Enter。来，存好之后，我们来桌面看一下。好，那你这时候呢，应该会看到一个 Lesson 2， 后缀是 CAPX 的档案，这个就是 C2 的专案存档。好，在成功的存档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要教大家的是今天的第三件事情，要教大家如何读取存档，读取专案存档。好，首先我们先回到 C2。好，那读档的地方跟存档是一样，都在左上角。我们点开 File 页签。好，第二则指令叫 Open， 它就是打开档案的意思。好，点它。好的，找到你刚才的存档。好 ，Lesson 2， 点 CAPX 双击。好的，马上一会儿呢它就被读进到 C2 界面里面。好的，我们刚才示范了三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新增专案档，第二件事情储存专案档，第三件事情读取专案档。现在你应该可以顺利的操作专案档案了。接下来我要对 C2 的操作界面做一个基础的说明。首先请大家抬头看到上方，这个区块呢叫做主功能区。主功能区，它负责 C2 的一些基础操作。举个例子给大家看，首先切换到 Home 页签，在 Home 页签下面呢，我们看到这里有三个按钮，它叫 Run Layout、Debug Layout and Export Project。那 Run Layout 就是预览专案的意思 ，Debug Layout 就是侦错的意思 ，Export 就是输出的意思。未来你要将你的专案输出成正式的二进制档的时候，你就要使用到输出专案这个按钮。好，我们再举第二个例子，切换到 View 页签。好，那这里呢有功能栏的切换列表，比如说 Property Bar。好，你可以透过勾选或是取消勾选来切换其他视窗的显示。再举个例子，比如说 Events。好，那在 Events 左侧呢有很多事件按钮。未来你在调整事件表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透过这些按钮来操作它。好，我们再看到第二个区块，在中间中央，好，所有中央的部分呢都叫做主编辑区，不管是编辑关卡、物件还是事件表，通通是在这个大范围之内进行操作。好，我们再看到这里第三块。第三块叫做页面指示区，这里有几个页签，你可以透过点选页签
来切换你目前编辑中的档案。好，来第四块，我们再看到参数设定区在左侧。那你在布局里面点击任何物件呢，左侧参数区就会显示它的所有参数。好，你可以在这里进行修改，不管是直接输入呢，或是拉选，都可以做参数上的改正调整。好，我们再看到第五区右上角，这里是专案及图层区。透过切换底下的小页签，你可以在专案区以及图层区之间做切换。专案区这里呢，以树状列表的方式列出专案内的所有元件。那图层区呢，也是以列表的方式把你目前编辑中的布局所有图层列出来给你看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区，右下角这一块叫做物件列表区。在物件列表区里面呢，你会看到目前使用中，目前布局里面所使用到所有的物件。未来你要找物件，你就不用辛辛苦苦去找了。这里呢，直接一点，你就可以看到对应的物件身在何方。物件列表区最后一块叫做状态列区，在底下。那么底下状态列区呢，一般同学有可能会忽略它，但是偶尔它会提供非常重要的资讯哦。比如说在这里 ，events。八条代表你目前的事件表里面有八则事件存在。再往右看，我们看到这里有 mouse， 它会显示出你现在滑鼠所在的 XY 坐标，那你就不用一个一个算了，直接指到你想要的位置来观察右下角的坐标就可以了。好的，以上就是 C2 操作界面的七大区块。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，我们学到了如何在 C2 下新增专案、储存专案，并且读取专案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也看到 C2 操作界面的七大区块。那从这七大区块里面呢，我们可以一窥 C2 开发的原貌。那大家也不用紧张，目前你只要熟悉七大区块的名词就可以了。那至于到往后的课程呢，我们会逐一详细的教大家如何去进行七大区块的操作。好，感谢你的参与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